别人哭不哭也闹的，我哭的人要笑着，让不要再哭着了，那个很难看。我银鼠调令出，万有化成湖，抛琴十里外，楚别弓箭谱，气烟烟，杳杳树，一道孤坟躲一书，书香三更寒苦，守望坟头长不哭，此情此景，人可以看，很重要。各位好，我要找个源头，找个源头啊！各位感恩，知道吗？各位感恩要饮水思源，感恩就是幸福之道，知足就是快乐之道。所以等一下各位有兴趣啊，我这里有个书签，让各位看一看。这个书签啊，我用的。抱歉，我不晓得我们这里的人一共有多少，所以可以带我更加很多。各位老师有兴趣，等一下可以拿个时间，他有各种鲜活的话语，他告诉你怎么幸福，怎么健康，怎么快乐。幸福是给谁？是给常怀感恩的人，就感恩人有福的。